没关系，会流 splash。啊，对，就是我们要挑的刚刚好。啊，对对。好，而且太高的也不好打，我给你看。对，它高是高一点点，大概半，四分一厘左右，不会很高的。好，一点点可以接受。啊，肯定可以接受，因为我这边也是有一点高嘛。那跟这个差不多是吧？啊，比这个矮。啊，那还可以。可以，应该可以。比这个。幅度还小，对对对，好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应肯定可以的。对。好，不动，不动，我们用试一下。现在一千公分是什么？嗯，啊 ，so 这里有75，75差两个，差还有两个毫米，就是多浪两个毫米，就是浪七个毫米。嗯。这个你看，这瓶子不平，这边上就打得有一点点白色墨水飘了，这里就是很干净整齐的，就是因为这个高度发生了变化。